刚在台上那个突然听到十分钟的恋爱有吓一跳吗？詹哥哦，就是很皮啊。当年那个这个歌我是滚瓜烂熟，很熟。那老实说，真的 SOS 跳的比较好。少女们一定是被逼的，这歌一定不是他们的菜，都是詹哥的计谋。也谢谢詹哥哈，二十几年没找我做节目，他们伪装帮。那我是算伪装帮的天敌嘛，所以就是爱情事件之后，詹哥就再也没有找过我做节目。他出道第一天我就认识他了，在台视的一个四岁，他为什么会放过你？你不认识我们还未成年？开玩笑。刚刚在台上那个突然听到十分钟的恋爱有吓一跳吗？詹哥哦，就是很皮啊。当年那个这个歌我是滚瓜烂熟，很熟。那老实说，真的 SOS 跳的比较好。少女们一定是被逼的，这歌一定不是他们的菜，都是詹哥的计谋。也谢谢詹哥哈，二十几年没找我做节目。那时候因为我们分，等于是说他们伪装帮，那我是算伪装帮的天敌嘛，所以就是爱情事件之后，詹哥就再也没有找过我做节目。你们交情，我们交情就是好到这样可以。我怎么说你们的交情？就是从他出道第一天我就认识他了，在台视的一个四岁台视的节目，我有那个照片啊，我有拍到。我会放过你。天哪，你确定要是谁叫他坐在这里？我觉得他也是离开好了。大家都有妻小了，你女儿也还小，讲话要留点口德。没有，我刚才问那个问题是因为一个演出，说娇娇那时候面什么那个没有把握，说现在的帅那时候很难受。没认识我们还未成年。开玩笑，我的，但其实他是在想说你现在是最帅的，那时候他也看不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在后台跟詹哥说，现在的昭哥比从前更帅，谢谢。因为累积了好多好多的机会，其实要夸奖你，谢谢。你夸就夸，不用拐那么大一个弯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以前太瘦了。他讨论这干什么？他以前是 X S 号，他现在是 M。就是男生的 M size 啊，没有 L 啊，像 M size 我就觉得那个厚度刚刚好，很稳重，很有依赖感。以前的他，我觉得感觉风一吹他就要倒了。以前3:8。你可有没有？今天就不想出门，因为我出门前女儿今天情绪不稳，昨天有一点那个低烧，就是打预防针，然后今天早上就一直抱着我，其实是很忍心的把她挪给保姆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出门。其实我是很舍不得离开家，因为她的嘴有点肮脏。那你要是逼她，下一题有计划吗？没有，是不是说帮你？目前没有。毕姐的身体伤害，我没有要身体。哇哦！年龄我觉得是杨硕会的部分的。新加坡暑假跟台湾完全不一样，也是他们放完假，台湾才开始放。所以如果他来的话，没有任何小孩可以玩玩。对，就是我的随身包里面永远都有一个手机架，因为我随时要拿起来要跟他 FaceTime。那老公跟小孩哪一个比较想要见到？视讯的时候，比较什么？想要见到？想见到谁啊？老公、小孩？这问题也太狠了吧！这问题不答。几集啊？这可以播。中国8000万是做几集？这个12集哦。詹哥，那现在暑假快到了，那个铁弟会从英国回来吗？可以相见吗？就是会陪他过暑假这样吗？现在是不是女儿也上小学？开始，好像快结束，赶快问。这边要表现一下。你在讲话的时候，脑筋也在转。那女儿是不是也上小学了？现在？女儿可以讲女儿，因为她以后就会懂。为什么我觉得娇娇会很喜欢？因为她后来发现，现在
三四十岁的小哥，你给他听泥娃娃，他会生气。对，他听 Blackpink。对，他听 Blackpink， 像他听 New Jeans。那现在那个澳洲你就比较没办法回去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做这一档，也是会视讯嘛，就是像那个教，或是女儿，女儿在台湾吗？家都在台湾。对，哦，一家人念书，哦，了解。